中彰龙家医务室为了维护全体住民的身体健康，近期与彰化县卫生局签约成为 COVID-19 疫苗施打的合约诊所。这项措施除了减少住民外出感染，也免除住民到医院舟车劳苦，住民都可以在龙家享有便捷而且迅速的疫苗接种服务。我们经过调查，尚未施打 COVID-19 疫苗的住民有部分是经医师评估身体状况不建议施打 AZ 疫苗的，那有部分是因为媒体的影响造成住民拒绝施打。今天医务室配合卫生局公费疫苗的排程实施了公费疫苗的接种，我们很幸运获得了莫德纳疫苗，共有27位施打。经过医师评估施打之后，观察疫苗30分钟都没有副作用产生，圆满完成了第一剂的施打，深获住民好评。我不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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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